现一些与烟台相似的地方，但在我心中，这里却永远无可取代。我的城市，我的家，我的爱，烟台难以离开。这次到烟台一定要去看看老船长。烟台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太久了，只记得那里的苹果很甜，葡萄酒很香，人很好。这次除了谈投资，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人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先找人。我见到了爷爷常念叨的老船长，沱基岛上一个普通的渔民，在那次海难中救起了81条生命。你的生日？不，是我学生的，他是一个孤儿。你的大学很美，他也一样。我带你去国外玩好不好？还是我先请你吃我们的烟台大苹果吧。为了合作，为了未来，旅程是我们合作的对象。